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还是先想办法怎么出去吧。要是被别人看到的话，会说闲话的。 就让他们说去呗，反正我会娶你的。此事跟你有婚约的，是云川公主。你说这些不合适？那如果我没有婚约了呢？什么意思？我和云川公主的婚约解除了。 真的，哼，小苏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。我，你没事啊？看来咱们得赶紧出去了，不然都得遍体鳞伤。 这一定是雷征怕别人偷他的赃物设下的机关。你躺着，别动。小心。 谢谢你。